日本新舄县的妙高山有一对台湾夫妻在这里经营民宿，开民宿看起来好像很浪漫，但是夫妻俩真正远走他乡的原因却是一场大火。这场火烧光了事业和积蓄，最后是妙高山绝美的山景和雪景疗愈了受伤的心，一家人在异乡土地重建新的生活。声打破沉寂，小小客厅顿时热闹非凡。拨子弹奏着日本的传统乐曲，三味线琴音铿锵有力。在台湾民宿主人李玉代、李姐家中，日本少棒队的小健将品尝着满桌佳肴，厨房里的少棒队妈妈们帮忙李姐夫妇张罗餐点。原本李姐推想大概只有两三位日本妈妈会来帮忙，没有想到来的是二三十位妈妈，让小小厨房挤到水泄不通。我们想不到，这有贵人相助。贵人是谁？贵人有很多人，包括你们。李姐夫妇在日本新舄县妙高山附近经营民宿，开张才四个月，能够和当地的日本人打成一片，靠的是台日都很强的棒球运动。他们把日本新舄县妙高少棒队邀请到台湾和台南的协进国小少棒队，以球会友。台湾到日本2000多公里的距离，因为棒球的交流让两国拉近了，而夫妇俩的目标要拉更多的台湾人到日本妙高观光。因为自己喜欢这个滑雪的这个运动呢，所以总希望说，如果能够在滑雪场旁边有一个自己的民宿的话，不管是招待朋友或是在经营呢，应该是会很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。简单的初衷，夫妻俩花了3年看房子，终于买下了这间民宿圆梦。郑龙新原本经营运动用品，李玉代来自时尚业。年轻时，李玉代曾经到日本学服装设计，后来在大陆碰到好时机，才没几年，从做成衣生意到有自己的服装品牌，从一间小公司做到了经营500家门市。但是，一把火烧掉了跟时尚界的连结。结果有一天，他就打电话来告诉我，不得了了，你房间起火了。我也不知道。他可能是电线起火，但是儿子跟他很少会跟我联系，他不大爱讲一些有的没有，所以那天说哦还好你已经回来了，意思是说如果我在那里大概就遇到不幸了，就好像是这样就断了。结束了在大陆的服装事业，李玉代回到故乡台南，开了间咖啡店，偶然的机会爱上了日本新舄妙高山景，决定买下这栋老房子，从设计衣服变成设计房子。李姐打趣说，以前不用整理房子，不用进厨房，现在当民宿主人要打扫房子，还要为客人备餐，以前没做的现在要加倍奉还。其实做不来很累，晚上会很多很多碗，你也知道日本菜很多碗，然后就会告诉自己啊，这么多碗一定就很多人吃，很多人吃就是很多很多 income 嘛，哈，营业额的意思嘛，哈，那让自己开心。理解阿 Q 的哄自己让自己开心，其实在服装业常常一笔订单就是上亿元，现在一间房价2-3千块，为的不是赚钱，而是在人生转弯处一起逐梦。
李玉带过去工作忙碌，一家三口，爸爸在欧美，妈妈在大陆，儿子在加拿大，三个人靠网络联系，好像网友一般，能相处的时间很少。现在因为一间民宿，三个网友真的像一家人了。先生的一个小小想法，太太认真实践，儿子也从地球的另一端回来，一家子同心圆一个异乡民宿梦，希望更多人来到星系妙高体验雪国风情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